哈喽，兄弟们，今天我带了两个特别哇塞的妹，还是 N 港开局啊，落地嘎嘎乱杀，就是一个人机，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哦。其实你压哥这就是不缺妹的，都是人没生前大长腿，那腿都比我命长，我不乐意给你们整啊。你看现在这群人又开始打听二号谁呀、啊？二号性格挺好呀，二号有抖音吗？哎呀，我你们真是生活啊！你们是来看我的吧？你们就是馋我这个妹子，杨姐怎么没来呀？我呸！玩归玩，闹归闹，要开始战斗了。前面落了个空投，有个小伙子舔完给我们送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们有没有信心干？揍他，揍他！杀时刻什么，他们人都到脸上了还什么呢，弄死他，只有我这一个人啊。我这个身上看到了我单排师的影子，前面有个 M2， 我想想啊，整上咱们这把以带妹吃鸡为目的，狙还是要有一把的。走走走，整上快走，是非之地、这人都跑哪去了，我们也没狗啊，全程钢枪追空投的、人都快死完了，就不架了，这中心点上点来车了。哎呀，来的刚好，晚一会这位置就得丢，都照顾好自己啊。还敢停，炸死你们。死一个耶、这没炸倒那小子，谁进啊？再来一个，看好了，你死不死？完，应该是没扔过去。我真的服了。有雷吗？往那斜坡后面扔啊！雷火呢？都往那招啊！哎呀，嚣张的他们，上狙！再伸头啊！让你伸头。还有你，去他个猴子，一个没打着。这小子又搂了啊！搂！哎呀，这边还一个！我去，我怎么有种打地鼠的感觉？生气了，我要认真了。你再过能啊，再躲呀，小样的。还有你，哎呀我去，你咋跑那去了大哥，这你都敢上啊？但凡分个烟也像那么回事，这大平原你太不尊重人了。完了，死定了，换我我也不。没事，躺好了老妹儿，接下来看压哥操作，带你躺下。你看这俩人嚣张的他们，哎呀，太不尊重人了，真是高手。你们来呀，你们来呀，你们冲呀，有本事啊！这玩意僵住了呀，这怎么给他破局啊？机会来了，后面又来一队，死！你来！哎呀，我去啊！死不死你？还跑？这能跑了你啊？我不打你们了，中下面的这，打他老弟。哎，封烟，封烟也能打，动手、你不动手，我揍你了啊！快点打他吧！你瞅啥呀？你瞅，你瞅，不听话，想跑啊？我跟你说没也没有，下来吧，哥哥！再来这个满编，死，死不死？还最后一个啊！死！哎呦我去！这小子摔死了，不然灭队了，就剩这边的了，还剩两发子弹，不管了，干一个再说，后面来人了，还是咱俩勾引我，你得亏是个机器，这得走了呀，不是圈的，哎呦我去，车还没油呢，跑，快跑，不来了，我得去填填前面这个空投，呀，还有人。最后一发子弹留给你，没打着，坏事儿暴露了呀，这小子想动手，走位，唱，跳，哎，打不着，哎呀，你看你笨的，这都打不着，什么枪？哇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。你伸头，你过来呀！你试试。啊、换位置了是吧？看好了，你行了是吧？你这钉子，你，哎呀，给了个这玩意儿，我的妈，爽，爽！走走走走，进圈，准备出击。我觉得后面这个防区肯定还有人，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什么条件啊？跟我一样跑吧，还跑还跑，
确实呀，挺硬啊，小伙子，这你还能有活啊？他都不知道哪打的，人在这边啊，还不是自己的，他后面还得有队友，先给他补了。在这等会儿后面的、哎，来了吧，拿捏，还剩最后六个人，哇哦，好多人啊，给你也来枪，你还趴着瞅啥呢，还要打我，不是，剩下的人都在防区，剩下的人都在防区啊，这边封烟了，这人都想出来，出来啊，来啊，我叫你出来，嘿嘿，做毒了，他们都要跑毒，猎杀时刻，你跑，耶，这个又趴下了，你趴下还能有好，你也死，这边来个，最后一个，就那小子藏的比较好，我跟你说他在哪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等他出来就行了，准备吃鸡，小伙子烟不少啊，耶，你挺会啊，这边封这么多烟，你往那跑，你这波声东击西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他那位置让他藏的还挺好，马上又要出毒了，我看你怎么搞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？你这样让我才让我站起来，又让我藏。What？ 跑，上下好走位，看我这边一波盲扫就给你摁着。我说的是让敌人站起来，我没说让你站起来，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！再见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